有这么好吃吗？嗯，好吃啊，甜甜的，就好像我现在的心情一样。那有小金鱼，你看那个金鱼多可爱啊，我小时候也养过呢。我们去捞金鱼吧，快走。谢谢。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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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坏掉了，你拿着。我就不信我抓不到你了。就剩最后一个了，拿着，我来试试。捞这个头上有红色的，哎，快点！啊！你好厉害啊！马上就要有新家了。把那个泵打开，这样他们就有氧气可以呼吸了。好。我跟你说，其实养金鱼的水最好是用旧水，因为新水含氯气太多了，对小金鱼不太好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刚刚不是买了盐吗？你去拿两粒，就要两粒哦。是这个吗？对，你记着，你每次换完水之后就把这个盐放进去1到2粒就可以了，剩下的就喂它们鱼食就可以了。嗯，明白了吗？听起来好复杂，不太明白，不如以后你来养。哼，我看你就是懒。你们家这么多奖杯啊？嗯，莲花杯中小学诗朗诵大赛冠军，双人座。嗯，